看到路边那个大爷两只脚在那挥动。我们刚开始的话是以为大爷在那捞东西，那时候差不多就6点多了，然后再晚一点估计天都要黑了，就怕那天黑的时候更加看不清，因为毕竟是在路边草丛边，在下面比较深，然后叫喊声又听不见，然后开出来一阵子，后面想想感觉不对劲，转回来的时候我们过去问一下，问他要不要帮忙，然后那个大爷说需要帮忙，然后刚好那旁边那个美女也一直在，然后他也跑过去帮忙了。